装扮吗？好像也弱。潮流界就是走得比较前。日前为某品牌代言的何韵诗一身皮质裙装亮相，秀出她的好身材。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演唱会，现如今何韵诗已经进入到疯狂减肥的阶段。今天下飞机点多，那其实4点多要工作，但我都争取时间去就是做一点运动啊。